金毛全胜，专业养金毛的。金毛拉布拉多，全部都是金毛拉拉，还不错，挺干净的。这边也是，全是金毛拉拉。这里边是产房，小狗，小狗呢？小狗。哎呦，这拉拉还不错嘞，这多大的拉拉？四个月了，咱四个月了，怎么还没出国？我没买，我留了。是留的是吧？哦，当中午用嘞。对对。我说怎么那么好？最值得推荐的月份这是。年龄大小，最好的年龄。这样的狗适应能力也强，三四个月的。小狗在哪了？小金毛在这边。哦，这个颜色属于沙滩金，沙滩金的一种。看，都是浅色的，不错。哦，这窝金毛不错，活跃度、机灵度挺好的。行行行，你把它抱出来。对，我先看看这个了，给我拿着。哎，这条小公得有十斤以上。对，你把公的放到这边也行，就这三条吧。我把它抱过来。这条应该是最大的一条。这两条不行。啊，这三条都不错。嗯，对，这条最大。你对比这个就是。嘿。从六条狗里选出了一条最大的小公，第一次出窝，第一次下地，适应能力还可以，目前有十斤左右了。现在天色也暗了下来，得加急安排送往托运部，走吧。到托运部了。哎，喂，你好。嘿，嘿。金毛比隔壁的边牧还大，比这条拉布拉多要大好多。欢迎金金宝爸，这个电话正在电话正在电话，欢迎温柔壮士来了直播间。现在安排好，填好了地址电话，就可以上车了。能走吧 ？No No。